日职火腿队台湾好手王柏荣因表现不佳被下放到二军。日职乐天金鹫队苦吞19连败，本季胜率跌落到低于50%。中职富邦悍将林泽彬挥出制胜安打，首度获选单场 MVP。中职中信兄弟吴哲源创下台湾投手最长10连胜纪录。回应巴西足球明星理查利森在球赛中被球迷扔香蕉，巴西足总会长表示应严惩种族歧视者。东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，请至当地 Toyota 经销商询问 We Make It Easy 活动，获得可靠的优惠。